头 OK 吗？对。生命之刀轰炸。对啊。这次威力没有。前面看是有帐篷之类的东西。那边。是我的 SW 方向，但是我不确定，如果没有那个精确位置。帐篷？什么帐篷？就是对方的快速反应部队要过来了。二跟你讲，不要出去那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会子弹打进来。你要在这个墙壁，这个墙壁上。哦，你没有看到是吗？这蓝色牌子后面。我现在视野超差的。你是这样，这边是红色。那边距离大概八百。啊，打不到了。打几张被子弹而已。机关枪给我收来，那个假枪枪是吧？二十。下车了。OK， 那个这次月月不需要喇叭。喇叭收到。喇叭麻烦你们，可以的话，往马路前面推进。有子弹射过来，有子弹射。哎，方向的喇马路吗？正确来说是 SW 的方向。OK， 好。啊，跟正，我们可以的话到这个 OP 点进行一个火力点。目标倒下。收到。哎，喇叭前进。我们不是拉霸吗？哦。喇叭跟拉霸差不了多少。可干啊！替你几多位？我在楼下的。我把视距调高。哦，我这边卡住了。收到了吗？收到。哎 ，Go！ 等一下，我需要用 N 那个什么。来不及了。来，我的小队跟我来，我们朝 N 道方向前进。这是女仆，绿队收到。蓝队收。十一道。移动讯，我是瑞佳。这是月月收到。对，兄弟要收到。等一下，我们往那个280那边爬上去。280的方向爬上去。哦，去前面那个离线上面，在我们这边。但是铁牛，我们要移动位置，暂时没办法给你们支援，预计一分钟后上线。哎，干倒干倒，全速歼灭，全速歼灭，听我。哎，继续前进。IS 马上被那么强了。哪是 IS？ 你是二军。俄罗斯。差你。是移动讯，我是蕊将，代号索尔，可以提供空中 CAS 火力重火力打击，我是 AK。干，我荧幕上有蚂蚁耶。这里是雄一号，我直升机是武装小鸟，我在。月月的领空附近需要 CS 攻击，可以也可以呼叫我。哎，抓球没有领空嘞、欸！我们有领空嘞、欸！我们领空哦，我们是个国家了。不是领空，是个国家了。嗯、好大啊！等我一下，我重装子弹。我要当教育部，我要当市政，我要当市政。来，各位排成那个一字线，那个往上推上去。分散开来，那个排成一直线，跟着一横，排成一横，那个推上去。印度人，你站我左手边，OK。边左边在5公尺的距离。排成一横，然后我们往 S 大陆方向，正确来说是210的方向前进。等一下，我们可能会遭遇到敌军。OK， go。那个印度人，直直走，5公尺的距离。我的有点过重，有点累。我也开始累了。这么快？这
注意一下我们的暗道的方向，应该有军，我听到 N44 的枪声。有绿队，再往左边散开一点，再散开。有人再散开一点，再往你再往左边走，往左，再往左，再往左，就是保持我们要排开一行的距离。对，没错哈。哦。我应该是我怕。各位，我们往南方前进，南方打开你们狙击。我们还在后面，等一下。这个区域那需要被肃清干净，这个红圈。A C 方向传来枪声。路人过来，哎，各位，我们下山，我们往西方下山。东方有收到了，东方。各位，我们从西方下山。你找地面部队他们人在哪里啊？这里是月月夫叫喇叭。喇叭收到，我们到 OP 点了。喇叭，麻烦你们往 OP 点前方道路直直前进，我们这边区域我们去。那个，我们需要你们搜查下半部。哦。喇叭有收到吗？有，喇叭收到。我们现在位置是两个 OP 点这里。小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个坡度我会滚下去。有收到，我要你们往 OP 点前方道路前进，然后协助我们搜查这个区域的下半部。哦，累了。收到。啊，没有。你看看你的伙伴嘞、欸，降落在那边了。我在后面。那个印度人，我们现在这边做休息。注意前方层层阶梯。User joined your channel. User left your channel. 请问目标位置。哦，他倒了，他在那边那个小山。你确认敌方倒地？上的那个进那个小镇不见，对，刚刚就不见。喇叭收到，是刚好米开尔，你们两个任务是这次月月夫叫那个各空中单位，我们已经指出了黄色烟雾已是我们的位置，你们可以那个自由攻击，但是前提是你们有看到敌军。谁兄弟二号收到？各小镇注意，我们先待在这个黄色烟雾内，先不要进城镇。谁是绿组收到？收到。这一次人只收到。这一次月月呼叫驱赶，你的麦克风非常有杂讯，接收不到。好，我们喇叭在一个 OP 点上面画一个叉叉。我们正在这个位置。啊，这里是月月呼叫喇叭，我要你们从 OP 点前方道路过来，协助我们搜查那个该目标区域的下半部。哦，你们在我们前面 ，OK。路人，可以用榴弹哈、哦。可以啊。不带抽距离哈、哦。我已经跟他讲三四次了，然后他搞懂的，然后他只搞懂那个我要他去 OP 点这样而已，应该不是我讲的你有困难吧？他是跳导弹手电而已。我
叫喇叭，我需要你们请你等候。我们喇叭是七七，我是要等候坦克来的。没有，我只是想等那个 K 那个小队来帮助我们收藏那个目标点那个下半部。哦，再说了，呼叫。山顶上有一个人呢，看一下是敌军还是友军？友军是友军，286度。现在是友军，那是精准射手。这是月月，让你呼叫那个所有呼叫队的目前为领空上方可以进随时进行打击。这是月月呼叫喇叭。喇叭遭受炮击，喇叭遭受炮击。可以移动吗？我觉得喇叭应该撑不过来。小队移动至前方，收到。来，我们遭受到炮击。了解，你们继续前进，招一户。这一次月月呼叫各空中单位，我们现在即将进入城镇，请勿误击。这位兄弟又要收到。这次月月呼叫犀牛有收到吗？兄弟一号有收到吗？哎、欸，谢谢。兄弟二号有收到吗？这是铁牛呼叫敌人部队，那个敌人 QF 从城镇的北边靠近啊，他们从山上出现。呼叫月月，我们发现敌方的高射炮，就是如果他们在窗之外。这次月月呼叫。呼叫各空中单位注意，该区有高射炮，请勿靠近。这是月月呼叫铁牛。好吧，收这边这一栋。这是铁牛，收到。铁牛，我需要你们下来城镇协助我们。哪里？哪里？偏移方向。这是铁牛，请稍等，我们在解决敌人 QF 中。对啊，向二龙。了解，收到，感谢。小亮跟凯伦，你们先一个连一组，你们先搜查一下房子，然后找个看到在两个人，我要开火，然后找搜查房子，然后找个比较高的地方。假的，我等一下跟上你。他倒了，只是确认只是击伤，那个查了印度人交给你了，用榴弹打进那个门里面。哪里？打门不要打窗户哦。直接下去哦。那栋有人吗？有，这，你中啊，对方倒。以防万一，那个米开，你们那一队去搜查一下。我跟 Rush， 我们已经到达高处。去搜查那个恶意方向，不对，应该是60方位那一栋，那个独立那一栋60方位那个，刚刚印度人他们打的那一栋。这是 Rush， 我这些小亮，我们已经到达高处。大姐，你们侦查一下。啊，这栋清空了。谁在屋顶？我的西方传授攻击哦。地面部队那个趴下的没事，那对西方。房子里面拍的没什么样子。我没有在屋顶，我在室内一楼，是二楼吗？哦，对，这边是二楼。OK。我在屋顶哦。卡罗人在屋顶，杰伦在屋顶。我在另外一个屋。米开要倒下，等等。杰伦在这里。杰伦在空中。他在顶楼。清空。下去掉了。卡罗，麻烦你在你的屋顶那边丢一颗黄色烟雾弹。咖啡的。我是要你丢在黄色那屋顶上面哦，不是丢下来。你看你们的状况怎样？这是铁牛，叫月月，我们即将进入城镇。了解，收到。我已经丢射黄色烟雾弹。这是女仆报告 ，N 方向出现敌方卡车，那个精神射手小队跟这方交战。N 方向出现啥卡车？哎、欸，没看到。看我的激光弹的位置。哦。哦，三零。发现方。后方出现一个小队。
四名步兵。我本来要下枪，结果不小心按到那个跨界，我就从楼上掉下去。幸好我还活着。这次月月呼叫铁牛，位于目标点下方的城镇。我们现在在这位置，然那个我们上目标点的三连线上面有一个小队，可以协助我们歼灭吗？这是铁牛，我们沿着道路前进中。摸一下我的左右脚嘛，我刚刚要下枪，就在遇到跨越，然后我去。到达你们的 S1 方向这里了。志龙北，小姐，这是月月，麻烦你们那个在城镇的东方建立防线。那个卡车，卡车他没有转，白色烟雾是自己位置。我那是敌军丢的。这是月月，麻烦那个。那个喇叭，你们在城镇的东南方建立防线。收到。你受伤了吗？你受伤了吗？有。印度人下来吧。我以为你受伤了。那个坦克是我们的吗？那个坦克是我们的。那谁是我们的？对呀。干嘛？你不去楼上啊？到楼上了。是我，还是一起上去？不要，大家一起上。哇，你受伤了吗？没有。这台坦克看起来有点卡。接到吗？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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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一下仓好不好？他们应该听不到了。铁牛收到吗？这只月月呼叫铁牛，麻烦你看一下仓吗？有，他们在。那个凡客吗？是凡客还是豆腐？是凡客吗？还是豆腐？我来了。这边是雷喜感跟。这是喇叭组的卡车，刚才是那个什么喇叭号。在打的那台卡车上面是没有人。好，那既然他在帮我们看我们的后面，那我们就看那个 S1 方向。那个绿队跟我来，印度人走吧。我觉得我们好像把悍马车丢在那边是个错误的选择。还好，我知道，我跟你之前我们发生什么事好不好？我们把悍马车放在道路上，然后回去的时候检查车上发现被撞 IED。那应该不是电脑装的。小白死了。没有，是那个凡客用宙斯，然后用平民跑的，然后怎么会有个鬼影待在我们车子旁边，然后就跑开了。然后我们觉得怪怪的，我们就丢，我们就检查一下，就上面有炸药。在车子底下，引擎底下，然后稍微赶快跑开。跟在你旁边，还是给打开？就是跟在我们旁边，我们会跟着你这样子。OK。OK 啊。哎，对了，待会跟紧我。OK。来，小队注意那个集合。啊？等一下，我们要那个跟着坦克机上山，因为那个目标点还是没有被清空，那上面应该有敌军。卡车那边吗？应该不是卡车那边，卡车那边更远。我们等一下要上去那个正上方北方座山，然后坦克会协助我们。好。有任何危险敌方射你，赶快躲在坦克旁边。谢谢女巫，刚 A 方向一台卡车，一台卡车。
这次月月不叫铁牛，那个方位十度有一台卡车。等一下。喇叭组的卡车，注意你们的应该是正一吧，山上有一坨的小队。我看一下，距离两百米，